这是怎样？这不是去花莲而已吗？被你们笑死了！耶，你们后面编辑起来会很累，三个人都很吵。原来邮局的票长这样子，当个 model。谁是耍废团团长？他是废。传说中九点就要睡觉了，实在是很早哎、欸。啊！上来的时候花莲还在盖，他现在已经盖好了。没错，盖得很漂亮。后面很新啊，对不对？好多骨头、哦。姜母鸭，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去看灯会哎。我不要。史上最废，为什么不要？很废。公主想尿尿，他们现在都少睡步，就跟你们摔车上尿呗。他刚好要跑了，快喷出来了是吗？有什么好叫的？小心抽纸，史迪奇车也好酷哦。哇塞，到了下榻的地方了，小旅行迷你公寓。到了，厕所在这里，形容一下解放的感觉。这边是 Booking.com 还有 Agoda 九分以上的青年旅社。跟谁说不好意思？阿伯在干嘛？阿伯停车啦！阿伯在这里耶！很简单的卫浴设备，两张单人床，上下铺这一间喜欢吗？不错啊！团长说耍废就是要直接来喝酒，老时光居酒屋。走吧，走！干杯起来吧！切！有泡沫吗？没有，很少。你没去？这是明太子什么？板桌。好香哦，很好吃，脆脆的。骰子牛，这只牛生前有100下深蹲过，很嫩呢、欸。饭团外观 CP 值感觉很高哎、欸，它外面是脆脆的，然后里面是一般的饭，好好吃。它的鸡超嫩，直接挤了、哦。你们的，我的脸了，乱在脸上啊、哦！黄标，黄标，这个也超嫩的哎、欸、！Action，Action， 耶！ Action, yeah, 拍好，拍满，吃起来，吃掉。好、啊，我怎么会吃哎、欸？很硬咬不到，难咬。别生气喽，抽他。松板猪，那我热身都用不完。这个松板猪非常有嚼劲，而且带有韩国的泡菜味道。它就是泡菜话，讲不出来，硬讲啦，丢脸。现在喝完有三个笑哎、欸，现在是百米赛跑是吗？好强哦，谁会赢？大家早安，已经第二天的耍废的行程就从现在10点开始，直接去吃一个完美的，直接去吃一波经典完美的早餐店，团长推荐的，团长还是得跳跳吧。在这边 Peaceful Valley 小河山谷超好拍的，今天点肉排南瓜咖喱，辣椒程度是2级。哇哦，它用紫米，好健康哦。有辣吗？有南瓜，然后也、哦、有辣有辣，来来，我进来脱衣服，辣才刺激哦哎，它是那种辣不辣，鲜奶茶真的是清爽不甜腻。给我一种英式的感觉。你有看到伦敦大桥吗？大笨钟。看到了。5秒钟口感。大泡猪。哇，很漂亮哎。这是充满海味的乌龙面。来看看。明太子乌龙面。奶油吗？福马林吧。福马林吧。对不起。那有海吗？感觉没有很海啊，老板是没看过海。好呛哦。鬼情侣，有一点点海味，这不错，就蛮香的。再来，我们到了耍废的第二景点云山水，这次是我来第三次了，也是我念书4年第一次来，我也第一次，好废哦。我们是要寻找小鸟，我们真正要寻找有小鸟的树去拍一波吐痰，是不是？肺炎，怀孕。到哪里这个人都在憋尿，一直在找厕所。那 WC 有看到了？对，怎么样，爽吗？
十块钱的厕所我觉得很值得，便便卫生折起来是免治马桶，所以我给的很心甘情愿，五颗星。结果不能进去，在那边鸟的树那边也有猫头鹰，好可爱哦，还是他要重新整顿，这边好像拍 MV 哦，看这画面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痕迹。太近。那这人拍 MV， 他这样子也给你看。已经在车上耍废一番，又来到了一个耍废完美景点——石门麻薯。我都想尿尿了啦。对，都不想尿尿，你看他那边没尿哎、欸。到每一站必尿的小姐姐，我觉得我快尿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有厕所，你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光芒？会不会要走一公里啊？好爽！憋尿第双 round， 什么？来看看摩机洞长什么样。好，就上在两颗石头中间那边。对，他们在那一颗上面拍，哥现在应该过。光妹想要拍什么感觉？就是你看那个啊，你看人家这样。怎么可能不行啦？人家拍的水位比较浅嘛，拍现在比较高。这个有点冒着生命危险的景点。哦，你说你要跨到那边吗？他在警告我们不要做危险的事。哇哦，他们怎么敢啊？那边的没有，他有可能是退。现在是涨，现在是涨。哦。看看，这个不行，他那边涨。快一下，快一下，哎、欸，算了，还是回来了。哇，我觉得很好，好美啊！我们真的回不去了。太吵了，你要来不及啦！哎、欸，快点，现在退了，赶快走。海浪滔滔，我很怕。各位同学，我们走进这个洞，原来它叫做 March 洞，因为它像 March 布布。那是我们自己的研究，应该是这样吧？感觉是。就是 March。接着我们来到了东大门夜市啦！干掉了。这个店名好梗哦，哈利波特是大推是吗？花莲的朋友说要吃这家。哦，它还有分类耶 ，Ragu。哦，这边还可以多元支付。Q 的要试看，当然比较好。太硬，这个才叫做 Q 哎、欸！同学，你们来点要点软，才会是 Q 的口感。原萃蜜桃重击，是非常厚的水蜜桃酒的概念。这酒精杯我在跟你客气，没醉要跟老板说再厚一点，但是这个杯蛮够的。很幸运的，我们今天碰上了花莲的太平洋灯会，远雄海洋公园。谁要宝贝？谁要宝贝？很可爱、欸，松鼠、欸。对啊，很漂亮哎、欸。这是花莲今年的主灯，松鼠。小而巧，五脏俱全，灯会就逛完了。不用去日本，可以在花莲看到樱花。有在卖小米酒，直接买一瓶200块而已，12%，而且超好喝。后面有人小心，而且老板人很好，而且他很多种酒款要买，这就是直接买一瓶。牛逼葫芦王真的很牛逼耶！结账方就直接给你一个互动机台去做消费的动作。你是用什么支付接口？帅哦！中立夜市快跟进。对啊。他刚刚还有抽奖活动，结果抽到这个，直接去隔壁换是吗？对，不咬不动啊，好硬。你不是平常喜欢吃？好大的是你点不需要灯哦，真的是哎。那会怎样吗？都没怎样，没怎样，只是我那时候印象不好而已啦，因为是奇怪的朋友。我们来了一间美式餐厅，今天最后一个爽费行程，好像很安静。给他们吃。